养山猪哈、哦，比方我们部落啊、有节日，或者是有聚会哈、哦，我们就不必去山上打猎啊。我们来这边哦，就抓一头，马上去杀、嗯，然后杀好了以后，在部落可以分享。对，哎，啊，部落的人哈、哦，大家一起分享。嗯，哎，所以我们部落的声音，真正的声音不是山猪的声音啊，是村长服务部落的声音啊。哇，马沙罗，马沙罗，但是这个因为现在在原住民，我们的部落哈，80%都是基督徒，所以哈，所以我们部落的人哈，也他们的啊祷告，他们的爱啊，所以啊都互相啦。好，人家对我们好，我们自己也想办法对部落要更爱啊。